最近有一个人在 FB 顶关回我，咱是不是在1997年有最近去爬过玉山的迄个大兄？1997年，即马是2021年，算算嘛24年啊呢。我一直想，一直想，想足久的，总算让我想开啊。这是我26岁时的一个梦想。自细汉，我就是一个最爱出去爬爬走的人。你要叫我坐喺遐看书，我会拄久。所以我自细汉就足无爱读书的。阮老母拢讲，你主拢读个脚趾片去。无唔对，我唔呐读个脚趾片，我阁读个脚头骨去。因为常常强罚跪，痛到要死。我会记得我国小3年时，我有一个同学，伊足厉害的，伊用1小时的时间，竟然甲我教会晓安怎骑昆明车。唔呐安尼，伊阁会晓倒头西，用双手行路，根本就是我的偶像嘛。隔无外久，我这个同学甲伊两个哥哥、3个兄弟啊，转学去李唐华技艺训练中心去学功夫，后来正经足出名的，全世界4界去表演。我的同学会甲老爸老母和伊的所费去买红阿标，去买金珠啊，咧涂骹咧耍。我是甲钱俭开，俭到一个坎站，我就带人去买一台昆明车，买一台当时咧流行的昆明车，叫做 BNX。买车的时阵，车行的头家讲，你要加入车队无？加入车队，敢来交钱？免啊，大家都做定时间来训练就好啊，免交钱，安尼好哦，我会使。从此以后，别人咧耍红阿标，我开始咧学跳高链；别人咧看木兰飞弹射无敌铁金刚的时阵，我咧淡水河的布花边学安那飞来飞去。有当时啊耍伤久，耍伤晏，按时转去，拢会向提手势啊，夹甲紧唔紧紧，下摆敢无？唔敢唔敢，困一醒起来，第二天照耍。即个换护士讲，大家跳下顺，阿摆佫敢无？唔敢唔敢，就安尼，咱的皮嘛去用训练，甲愈来愈粗，愈来愈硬，嘛是即款忍耐、懒惰兼吞忍的个性，互我对车的理解愈来愈深，互我对野外的挑战愈来愈有兴趣。退伍回来了，一直听人咧讲，想去爬玉山。玉山是台湾上高的山，身为台湾人，无去爬玉山，漏亏啦。听完这个刺激了，我就随去报名救国团办的3天2夜的玉山团。当时我唔知安怎报的，才报到甲一大堆学生做入去爬山。我甲伊的年纪差不多10岁。头先讲的这个 FB 甲我联络的朋友，伊就是内面其中少数的查甫同学。伊讲伊台湾大学毕业了，就搬去德国住到即马。你咧德国那看得到我的影片？因为我咧德国拢会注意台湾的消息甲新闻，我就看到东森 ET Today 新闻内面咧报的50岁一工环岛，佫是讲台语的，这引起我足大的好奇，我就甲拍开开始看，看到你翕出来台湾一面的风景，配合你用台语讲出来的心声，让我更加思念台湾。两工回来台湾，我嘛要甲你同款来环岛一日，但是我无你遐用，我可能爱用一礼拜，我多一工，唔通哦，千万唔通比较，你有你的需求，你有你的时间，照你的想法，照你的节奏，照你的安排，偷偷来耍台湾这片土地，莫甲人比较，人比人气死人。若要比较，就用今仔日的你来比昨的你，用今年的你来比去年的你，安尼才会进步，才有意义。因为咱人拢会习惯看到别人的好，看到家己的歹，因此会变作一款无形的压力。我嘛想要甲伊同款，迄哪有啥？若我来吼，一定比佫较厉害。我感觉这是规个社会教育的问题。譬如讲，是大人会甲囡仔嫌，你看隔壁的人考试拢80-90分，你拢20-30分，囡仔嘛会甲老爸老母嫌。你看同学因家开面店，逐天吃大顿，咱家布链佫爱吃春饭，做某的嘛会甲翁嫌。你看同学因翁，人做生意大头家，赚钱赚到油细细，你咧做到这唔正头路，一个月是会使赚偌济？害我同学会拢头咧咧，真歹势。这两公婆，我早就甲吼吼出去，歹势，伤热气，伤激动啊！翁嘛会甲某嫌哦。你看公司的查某同事，上班的态度表现袂歹，常常互主管侮辱，而且人厝内嘛是变甲整整齐齐、清清气气，也有亲像你，规工咧厝咧看电视，也无就敲电话，甲人杂嘴搞尻川。整个厝内乱七八糟，碗放整天也歹洗，衫也歹洗，衫洗好嘛放到要臭去，搁歹披开，披衫也袂晓烧，一直甲披开，撩皮皮安尼。大家拢是我下班才来收尾，大家嘛甲新妇嫌哦，讲阮个新妇吼搁含万哩，啥物拢袂晓，煮到迄饭敢会效果个，洗好个衫指甲不得不切，不如我家己来，我下顺搁歹互我穿，讲啥物教育无共款，也是恁新妇较好，乖搁听话。新妇咪甲大家嫌哦，应该讲遮个新妇拢有固定个饭摊，当因即刻开始食饭时，你就会知影每一个人个大家拢足恐怖，大家大家拢妖魔鬼怪，一个比一个搁较恐怖，搁较厉害。在场个新妇，一个比一个
我可怜，一个比一个我悲哀。以上讲的拢是看到别人的好，看到家己的歹的心态。啊，佫有一款人的心态叫做见袂比别人好，看到你比我好，伊就袂爽，伊就会提放大镜来看你的缺点。啊，这些人拢会在暗中来攻击你。我看上侪就是网络顶端人咧讲的酸民，不过话佫讲倒转来，要让酸民酸你，是爱有资格的，也就是讲你的影片真侪人咧看，你爱有够红。这群人才会插你，啊无你算倒一支葱啊！所以你安尼想就好啊。这群人是予你进步的力量，甲你插甲搁较红的力量，予你赚钱的力量。所以歌会使安尼改编，生命的力量，笑出来有时也会变英雄。话讲到这，我又搁爬过来台东啊啦。天顶的拿配合地势的云，我心情放轻松。正平的太平洋，我想到黄韵玲唱的那条歌《蓝色的美女海》，身躯感受的是胡德夫唱的那首歌《太平洋的风》，吹过我的手，吹过我的面，我会使感受到我这个朋友住在德国的思念，思念这块土地，思念台湾宝岛的好。我相信住在全世界的台湾人拢有这款感受。咱的台湾土地无大，人口有2300万人，有偌济国家会使像台湾安尼，两三点钟就会使为海洋到3-4千公尺的高山？有偌济国家的人一世人唔捌看过海？台湾的物件阁夭寿好食，有出国的人就知影我咧讲啥。我会记得我去意大利吃披萨，吃吃的我就开始思念台湾的披萨，真好吃。尤其是去欧美的国家，若超过一礼拜，你就会开始怀念台湾的好吃。尤其是因咧恁的汤温温啊，恁若袂饱，无亲像台湾的汤，烧到互你烫钱簌簌叫。你外国伤久，你就会开始想到蚵仔面线、米粉炒、卤肉饭、贡丸汤、肉羹、肉丸、臭豆腐、蚵仔煎、米粉汤、天妇罗、火锅、铁板烧、牛排、挂包、猪血汤、豆干、海带，伤多啊！我念袂完。台湾唔呐食的遮澎湃，台湾的医疗嘛是会用俄罗的。有偌侪住喺外国的台湾人，逐年拢会倒来用遮喙齿的，或者是身躯所有的毛病，顺续悄悄的。因为咧外国遮的医疗太贵啊，所以咱住喺台湾其实是真幸福的。台湾佫有讲话的自由，咱要讲啥，咱要发表啥。你拢会使讲，这嘛是爱感谢真侪人的奋斗。今仔日咱才有这款的自由，讲话会超过还是袂超过，这就予法律去判断啦。我会记得我咧对岸的中国骑矿民车，我是为上海骑到新疆的乌鲁木齐。乌鲁木齐是地名哦，唔是咧共骂哦。北京话叫做乌鲁木齐。逐摆若食物件拄着人，知影你是台湾人了，拢爱问政治的问题，陈水扁安怎安怎，马英九安怎安怎，林郑安怎安怎。宋楚瑜安怎安怎啊？我拢点点听因咧讲，啊讲到尾啊吼，真奇怪，因拢会讲啊，恁台湾较细了，互阮通通个就好啊。有当时我会甲反问，是你通我较好，还是我通你较好？道理讲输我，到尾因拢讲啊，反正我比恁较大，就是阮通你就对啊。一开始我拢会甲伊讲道理，讨论兼辩论。我讲，阮会使骂阮个总统，啊恁敢会使骂恁个主席？一些点点无讲话，长途了后才讲，主席哪会使骂个？主席是囥在心中来尊敬个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啊，阮总统是一票一票选出来，啊，恁的主席是安怎产生的？伊嘛是点点无讲话，张独了嘛是开嘴讲，啊，政治我唔捌啊，反正中国就是即马全世界上厉害的国家了，对啊。哦，是安尼哦，我心内咧想，这甲台湾早期同款，人民去用限制下的生活习惯习惯，有当下我会甲伊问讲，啊，阮选人无选党，啊，恁咧有啥物好选的？三八高物件呢？动上大啊！啊，你有希望战争无？当然，卖战争上好啊！战争起来，伤人佫伤财。哎，这点咱两个看法同款哦，相共啊相共。像当初的德国安尼，两边坐落来好好啊讲，好好啊讨论，我相信应该大家拢会接受。对方豆豆啊点头，会接受我的看法啦。但是我足忝的，若拄着人知影阮是台湾人，就开始佫定问一摆。所以我学乖啊。若有人讲，啊你是倒位的人，南方的人啊，啊你为倒位徛来的？前一个城市啊，啊你要徛去倒位？下一个城市啊，安尼无够，伊就歹睬你啊。啊，我若是讲我是台湾人，我为上海徛过来，我要徛去新疆，夭寿哇，袂得煞，伊就甲你围起，我要互你继续徛。过会老人来甲伊斗问，其实伊是足热情的啦，只是我想忝啦，只好变通一下，改变我的讲法。啊，我本来一天爱徛100公里的，才干来再徛一半尔，安尼两个月那徛会完啦。所以想到回来，咱会使在台湾生活，真正是真幸福的代志。好啊，话讲到这，嘛已经要到我今仔日住的所在啊。即摆无要一天烦恼啊，因为甲朋友做阵出来，朋友因开车，啊我骑单
重机，大头我感受这台650cc 的奥托拜，这台若要让我环岛，差不多18小时就会使靠前转来。今仔日为台中骑到台东，我感觉我的倒手甲倒脚足无用的，可能我年纪大，这款足无用的变速方式可能较无适合我，可能大只羊啊会较适合我。每一摆入来苏花公路，拢会让我心情开阔，精神百倍，因为这的景致是世界级的。真侪骑矿门车的，拢会跳过一段，坐火车直接去宜兰，真可惜。但是安全重要，这是选择的问题。我第二摆骑矿门车环岛，是我甲阮囝两个人，阮爸仔囝两个人，都是坚持甲苏花公路骑完。你讲会忝未？哇，夭寿忝，有后悔无？无呢，足满足的。我会记得迄年的热天，足侪人咧环岛，阮逐天拢甲足侪人做阵骑的，逐天咧路拄着拢差不多同款遐的人。矿门车环岛一般拢是排九天来完成，因为上班请假只要请五天，加上头尾两个拜六甲礼拜，所以加起来拢总九天。迄年算算的，有个人的，有团体，加加起两三百个人咧路的做阵骑矿门车咧环岛。即当阵咧头前远远看到一个步练咧环岛的人，这是我感觉环岛内面上尊敬的方式，嘛是我要完成的目标之一。我一天骑奥多麦21小时环岛，去森林公教歹囡仔大细，伤危险啦！啊，我若连工步练环岛40-50天，教歹囡仔大细，是免上班上课哟，安尼出去流浪40-50天，浪费社会资源。我是感觉吼，不管咱咧做啥物代志，只要你承担责任，无做歹代志，那安尼拼得着啊！莫想伤多，惊惊袂着顶。头先讲到步练行台湾之旅，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代志。刷落来，我会找时间来完成伊。我敢若想到一步一脚印，台湾行一旅，我的血都强要喷出来啊！看到真侪前辈已经行过啊，拢会分享到宝贵的经验。这就是咱台湾人可爱兼可贵的所在，互相帮忙，大家做阵来完成目标。个有人讲爱台湾的三项代志，你完成几项啊？这三项代志就是爬玉山、骑矿门车环岛、日月潭上水。我是感觉这三项代志无做到，无代表无爱台湾，袂使用这款标签共打落。我感觉这三项代志，你若有做到，是代表你对台湾加一分的体会，加一分的熟悉，加一分的了解。重点是，把你正面的力量分享给你朋友、亲爱的好朋友。你敢有想过，你敢有计划过，你要完成的梦想甲目标是啥物？唔通用头壳想，你爱甲写落来，找一个时间，找一间气氛好的餐厅，还是咖啡厅。啊，你若结婚啊，就带你的牵手做伙行，找一支笔，找一张纸，泡一杯啊咖啡，放一首优美的歌，开始写你今年想要创啥，明年又阁想要安怎，五年要完成啥，十年才来收书赢。啊，写出来物件若无照片照镜，嘛无人会对你安怎。只是按时在睡的时候会真惊吓，也无需要定来阁就抓，因为时间悠远的一直行。秀一个目睭来去，咱都要来观察，后世人阁再来一抓，开始行动就是即马，唔通理由借口龟山平，开始行动无算啥，坚持到底上出名。苏花公路骑到南湖了后，我就正愿我来去南湖农场来看卖。几啊年前本来才农业地，这个农业场是国有财产局甲宜兰县政府做阵合作来经营的。上特别的是，这个农业场完全免费，哪有假事会使让你饮烧水、洗身躯，搁有电会使让你食，哪安尼，搁会送你细只乌蚊啊陪你佚佗。我到位了，看顶关写无开放，甲管理的原住民开讲了，才知影讲，即卖已经起价啊，为本来免钱起价500块，安尼嘛好啦，因为吼免钱的大家拢会乌白乱吞，爱开钱的大家会较少珍惜一寡。南澳了，再来就是东澳，东澳的海边啊，有一个所在叫做粉礁拿鱼港，夭寿，遮远着都闻到新娘的香水味，正经有影香香，我拢感受到幸福的滋味，来甲恁祝福一下。夫妻感情糖蜜甜，两人牵手出头天，合家平安赚大钱，子孙富贵万万年，一同嫁一金，两人同一心，手指挂好正，翁某得人疼，一拜天地成夫妻，两人结发子孙多，男女姻缘天来配，感情永远无问题。这款祝福的话讲起来真名足趣味的。讲到婚姻，我嘛有真多的感想。即马这个社会，结婚却变作一个爱真有勇气的代志，离婚却变作愈来愈简单的代志。结婚只是一张纸尔，重点是两个人敢有相依爱。有的人把婚姻当作生理，我一定要找到有厝、有钱、有车的，我才要嫁。却变作查甫人，无形中压力愈来愈大，无厝、无车、无钱，是咩娶某？
到这，也已经要到南方蚵仔，才有一个南方蚵仔的观景台来看卖好啊。南方澳即马有六个里，人口即马剩7300多人，同款是人口老化。全盛时期约有30000多人，正平或者豆腐角，才会沙滩，看起来嘛真美丽。自从5号高速公路开到苏澳了，来这佚佗的人就变足方便。骑到基隆的外澳遮，才有规排的民宿，民宿头前有规片的沙滩，真侪台北人会来这冲浪。滨海公路愈挖北雨愈大，天气热热，无想要穿雨衫，予伊压好啊！这款温度掺一挂雨，有影真爽快。虽然这款雨压甲规身躯连内裤嘛湿糊糊，已经爬来到西滨第61线的桥顶。即摆骑红牌，我就会使爬起来第61线的桥顶，基本上就是为北里直接骑到台南去。骑这条第61线快速道路，目睭嘛是爱闭要紧，真恐怖！你若目睭无注意看，有当时啊，你会熊熊惊到，你会熊熊看到岔口出现在你的头前，啊无就是卡车喷出去的轮胎，点点倒在路上等你来到，尤其是恶多摆，到了你就错晒，雨愈来愈大，稍稍看会寒，紧甲薄外套穿起，较袂感冒。我即阵行的路线，顺续整理起来。首先，我为台中市出发，行台湾大道往西，行到西滨第61线，倒越上高架桥，往南骑到上底啊台南，才倒越接台17线，往南接台1线，往南接台25线，骑到88号快速道路，倒越上高架桥，往东接到11线，才越往南骑到古庄，倒越台9线，开始就是南回公路，往东骑到大林，你会看到海，同款台9线开始往北到台东了。行正平的大宅线到花莲了，正越193管道往北骑到花莲的7000潭，正越大沟线继续往北骑到苏花公路，爱行正平的大沟顶线到苏澳了，接大里线继续往北骑到空啊了，到越大里顶线骑到家人的暖暖，到越大5线，再来上64号快速道路到八里，到越61线快速道路，一直往南对到台中多好一点。不管你是几天来环岛，只要自己感觉快乐甲满足，一切拢要注意安全。随时注意路况，做出判断上好的应变。环岛对我来讲，就是灵魂的解放，心内的充电，热情的解脱。两个字就是爽快。感谢收看，我是阿宏。